刚刚侯志伟有讲到说，昨天有一些比如说像下三滥等等的字眼，他认为这样子要怎么教育下一代，让他晚上都睡不好。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我长这么大，那我周遭的这些好朋友，为人正派的人，我们一般民众没有人会被骂下三滥啊。我在想用到这样极致的字眼哦，那是被骂的人自己要好好检讨了。请他讲出来，我王世坚什么时候，大家可以去找，两个月来是何志伟泼我脏水，我对他一个字都没评论，我所有回嘴的都是他泼我脏水，我当然要回啊。他不能说只有他能泼人家脏水，只有他可以污蔑别人，那别人反应回击一下，那我回击的恰到好处，我只是说明而已嘛。我有攻击到他哪一点啊？他有没有攻击我？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，不要再做这一部分，敢做就要敢当嘛。那如果说不要说什么大家彼此之间不要再互骂，你先停止吧，你骂我，我哪有骂你呢？大家冷静去想，我没有骂过他半句话，批评过他半句，没有，没有，所以就这么停止吧。